今天教大家做一道最简单的家常菜——肉末炒粉条。这道菜要是炒好了，真的好吃。和我一起学着做吧。准备一盘泡好的粉条，两块八毛钱的猪肉切成大大的小块。如果您有缘滑到我这个视频，恰巧你的手机还有1%的电，今天小胖麻烦你个事儿呗，帮我点个赞呗，就是向着屏幕点两下就行。今天你就帮我点一个吧，上次我都这么说了你都没帮我点，今天你就帮我点一个吧，辛苦您了。锅里烧点油，下肉末，肉末下锅以后呢，大火多炒一会儿，把里边的水分都得炒出来，炒干巴的，这样的肉末老好吃了。咱们放入葱花、蒜末、干辣椒、生抽和蚝油，做家常菜放点花椒面。炒香以后呢，咱们放入泡好的粉条，少加点水，放点盐和鸡精，小火扣盖炖2分钟就行。出锅的时候撒点葱花和小米辣。最后小胖还是那句话，关注我你不会损失什么，说不上哪天还真有点用，谢谢大家。